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，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，更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。危机爆发以来，中方相继提出四个应该、四个共同、三点思考，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，积极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危机。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私心。 没有袖手旁观，更没有拱火浇油、趁机牟利。中方所做的归结为一句话，就是劝和促谈。美方声称中方的立场难言公正，难道向战场源源不断输送武器才是公正吗？难道让冲突不断升级才是公正吗？难道让危机外溢影响扩展到全球？ 才是公正吗？在乌克兰问题上，当前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的积聚，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，主张劝和促谈，反对火上浇油。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相一致。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的访问，是一次友谊之旅、合作之旅，也是一次和平之旅。 在国际社会引发了热烈的反响。我们奉劝美方，审视检视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，纠正拱火浇油的错误行径，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。我们将继续坚定站在和平一边，站在对话一边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同国际社会一道，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。